有种开板车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当我不敢吗？我看一下我的板车有没有。好，我不敢。他这没升级啊，去跑这个铁定死啊！他这个可以升级吗？我还真不知道可不可以升级。哭啊，板车不能升级啊！这个进去会死吧？啊，进去死一把给你们看。完了，完了！最不想就是抽到这一张啊！这个，即便有开弹器，还不一定过得去、欸。你看他们像开外挂啦。后面爆，后面爆！氮气不够啊！哇，太慢了吧！哦，好像还有机会。要习惯一下这个慢车速。快跑！趁现在快跑！冲啊！反车！好像可以哦！啊，终于还撑得住，但后面那个集气量太可怕了。有一把，有一把。有，我们上分了，上分了。好，声控雄伟流图，可以哦。孩子啊！每个人都好像吸尾流过来一样。不要！我只是一台板车，不要！不要！哇，吸到尾流还是过不去啊！尽力了啊，不妙哎、欸！咖喱瘪啦！
气怎么那么少啊？我现在只能拿出我对抗的招式跟他们打，气太少啊！跟你讲，这个气量还不太够嘞，我要补三颗气。撑住啊！反车！我靠！我的反车居然撑住了，这样子也行。沙漠渠道是吧？好，感谢加入我们会员。嗨，报应可可。哎，我怎么在前面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集气量啊？天哪！太惨了吧，这个集气量。不能输给日本人，要让他看看我们台湾的血量。哎，撞什么？让他看看台湾的血量。好难补哦。好，终于补对了。哦，补满补满了！啊啊，撑住了，撑住了！开到一台了，咱们不跟他们正面冲突，我们补我们的气，跑我们的路线。可恶的车速！哎呦，我以为要掉了，吓我一跳！哎哥，这个车速过不去了，哎呀，没算好。
有有有有，快快快快快！我撑住了！哇，险胜！我很怕我的车速过不去呢。险胜险胜！你可以看我这个账号啊，没改。